然后我们对这个歌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多少他是有些个研究的。岳云鹏孩子，别着，你大爷拦着你呢啊！那个，你刚才说你多大了？90后。跟我一边大。对，去。这爷儿俩怎么都这样啊？你们？我比他月份大。我80后，80后，您是？80后是真的。我师父70后。我70后啊。我大爷60后。我60后都不行啊，你们还要怎么样啊？我们仨加起来400多了，开心吗？反正还年轻吧，年轻。我对歌呢，就是歌曲啊，就比较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嗨，你对歌什么？歌曲。你那个嘴里有袜子啊？哎，歌曲啊。对歌曲有些研究。我相信60后和70后对歌曲呢就没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他们也不懂。你等会儿，孩子不懂什么叫流行，什么叫民谣，什么叫摇滚。我们那个年代有我们那年代的歌曲。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我还挺爱看他这表情的啊。这个有个文言词形容你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